make the ground shake.车呢，除了前面有两塔机枪之外呢，我来测试一下它的防弹能力好了。听说它防弹能力非常的差，我来试试看啊。它的玻璃，等一下为什么啊？等一下，玻璃防弹吗？我这样射一射就已经快破了。OK， 它的玻璃不防弹，所以这台车。完全没有防弹能力，我试试看那个火箭筒对他的伤害好了。哇，一发就爆了啦！这样射，然后前面的车子也不容易爆。哎，有射到人哦！我们来测试一下他的那个防水性能哦，听说他还蛮防水的，来试试看。OK， 它其实完全不防水，它已经毁损了，然后就这样沉下去了，完全不能动，所以它其实不防水。那我觉得这台车其实最大的特点是它前面的车灯啊，收起来，打开，再放大。OK， 我们来试试看粘弹对它的攻击效果好了，但我觉得应该一发就爆了吧。哇，所以这台车其实我不太推荐去买它啦，真的不太好。那跟 XA21 的话，我觉得它那台还比较帅气一点。OK， 那我影片介绍到这边哦，喜欢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